大学，也号称是天才小史之后最强的投手 Hoskins。 那他最后是跟海盗队签了920万美元的签约金，也刷新了 Spencer Turkeson 他在2020年跟老虎队所保持的纪录。对，毕竟是选秀状元。两个其实蛮多人，蛮多球迷觉得他们很像兄弟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提到投捕搭档的这个默契哦。看起来是个补益。对。但三振了啦，因为一垒也有跑者，一垒有人，所以跑者这不构成所谓的不死三振。对，打者奥斗，那垒上的跑者当然是火，对他来说是活球，当然可以利用这个补益来进到二垒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打者是出局的。所以天使队算是小小的逃过一劫，然后四缝线再来一个，还是打不到。嗯，又是个97迈的速球。这半局虽然被 Henry Davis 打出了安打，不过大谷接下来连飙3K strikeout 的赛，也结束了在二局上半海盗队的攻势。